唉，最近手头超紧，本来还想买台最新款的手机，看来要把去飞社跟和姐妹去 party 的钱省下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的茶就嘞。皇冠，戴上它，许个愿，你的愿望我帮你实现。哼，真的能实现就好啦，当我3岁小孩子妹。我的愿望是拥有一台最新款的手机。你是谁？是不是在我家里？我是王冠女神，我收到你的愿望啦。来，我帮你实现你的愿望。咦，什么也没有发生嘛。B， 回来了啊！我跟你讲哦，看我在 Shopping Mall 抽到一款最新款的手机，还有蓝牙耳机、游戏机，还有啊尖叫机耶，统统都送给你啊！这顶皇冠真的有这样厉害吗？当然厉害了啦！新买皇冠，最明智，最好玩 ，Always the best。